我准备要登场的下一个乐团呢，他们叫做太阳下山呢。有人知道啊、哦？好，太阳下山乐团呢，他们也是带了两首歌曲啊。那么这两首歌呢，也是创作歌哦。创作歌曲，他们好像玩音乐一段时间了哦。在这个部分，他们之前都有部分的成员呢，都是军人。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很喜欢音乐，所以继续创作，有点像阿鲁巴的那种精神哦。阿鲁巴虽然都是已经接近壮年了，甚至里面尤其是阿奇先生已经有点那个老年的迹象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玩音乐哦。好，太阳下山乐团呢，我来介绍一下他们的成员，给大家认识一下啊。来，太阳下山主唱有两位哦，陈俊颖，大家好。再来是林圣杰，哎呀，哎，你躲去哪里啊？太紧张去尿尿啊！好，再来是他们的吉他手王喜鼎，哎呦，我不知道你是叫喜鼎的。好，吉他 two 李一君，玄啊，玄啊，不好意思，中文不是很好，哎，李一玄。贝斯手陈东浩，再来就是鼓手叫做戴成浩，有他们这边有 keyboard， 有键盘手，键盘老师叫做许方杰。哎呀，这个乐团也是美男子组成的哦，很帅，每个都是帅哥。他们是职业军人退伍的哦，继续在为音乐这条路创作，所以带来他们两首创作歌，让我们欢迎太阳下山。是，后面是五六七八。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我们的朋友晚安。谢谢你们很同情的叫声。好的，那接下来会带来两首歌曲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创作曲，这样。然后第一首歌名叫《好的，我们在一起》，谢谢你。来，热起来了。
们在一起。不是小三。
是潇洒常常受伤，需要一杯的普利康。电话讲完又是一个放不下，还是需要我给你的拥抱。精不精彩啊？哇，我也听得很舒服哦。哎，刚跳得很高呢，哦，跳得比林书豪还要高呢。好，太阳下山带来两首精彩的自创歌曲啊。哎，准备登场的呢是参赛的第四个乐团，他们叫做石门航空，请上来准备。哎，很好奇哦，为什么叫石门航空哦？我听过远东航空、长荣航空，哎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石门航空啊？那待会可以好好的访问一下哦。好。